之歌四，预防感冒歌。啊，这我吃饱喽。安仔，你又没吃蔬菜。嘿，久等了，霸王龙。我们走吧。出发去巡逻喽。好冷啊，霸王龙，你冷吗？这是什么？我看不见，看不见了！霸王龙爪牙魔术！谢谢你，维斯。维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好恶心！霸王龙你！安仔，对不起。我帮你。霸王龙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这，安仔，霸王龙，你们感冒了？好像是感冒了，我帮你们看看。是有点着凉了，需要马上治疗。不是错了，我没感冒。我以后再也不感冒了，打针太恐怖了。想要不感冒，就得增强体质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预防感冒吧。感冒，小心的感冒。Go go dino， 预防感冒出动。流鼻涕，呼哧呼哧，我也不用纸巾擦，我用衣袖擦来擦去，洗手好麻烦，好麻烦。咳咳，哈啾哈啾，怎么突然会这样？棒棒龙朋友们呐、快来帮帮我，帮帮我！如果不想得感冒，我们需要怎么办？应该多穿几件衣服哦。出门玩耍后记得要洗手。如果不想得感冒，我们需要怎么办？蔬菜水果必须均衡吃，也要经常喝水哦。朋友们，你们都能做好吧？ Go go dino， 预防感冒出动。跟我一起行动。感冒其实并不可怕，每天开心过，我们要预防感冒。得感冒，每天高兴健康的度过。你们不要得感冒 ，Go Go Dino， 预防感冒出动。感冒真难受，鼻子塞塞的。感冒其实不可怕，关键是要学会科学预防。没错，天气冷的时候要多穿衣服，平时多吃蔬果，多锻炼，都可以预防感冒哦。我这就回去多吃蔬菜水果。我去加衣服。小朋友们，科学预防感冒，你们学会了吗？音乐启蒙，快乐成长。